这家伙，你看小黄瓜架子的，你看，上去了还没有半截高啊。今天包饺子了，刚好奶包的饺子，包的。 吃药，嗯，都馋了。昨天刚吃完包子，洗洗手，我也包两个，就是没头一个。给你包两个吃，行不行？吃完好了没干啥的。对，一路顺风。Goodbye。Goodbye。老李走了呗。少了一个能干的。你这是卸磨就杀驴呀？我哪杀你了？ 我没杀你，你这双啥时候过完了，就给人送走了。你再待两天也行。回去上班的。嗯，那说的不就是吗？啊，这个叫啥名啊？蛤蟆。什么？蛤蟆。蛤蟆。东北话蛤蟆吗？下饺子了。 一共五盘饺子，准备吃饺子了，最爱吃的饺子，正好一人一盘的话。嗯。白菜馅儿啊。嗯，你搁醋搁有点酸。拿那颗。拿来给它切切。愿意吃辣白菜。嗯。 你又换装了，不是？你干啥呀？来，你看，猫起来。来，这一天，我说你拿走就行。完了，这个装点糖蒜里面，就怕它漏，完外面再套一个这个自封袋，这样能好点。 这先到店铺这边了，然后再给他装两袋松子，还有这个雪蜜，放里头。这边已经完事了。 然后现在他准备走了，回去忙工作了，走了。然后我也准备回家了，开着我的大车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